8:35，今天呢，我们已经跟个会员报告了，我们每天的都有输赢啊，都有公开在我们网络YouTube 的账号上面，环球邮报，你知道 YouTube 搜寻环球邮报就可以看到我们。那么你可以比较啊，我每天讲的对不对啊？月底到月底结账一次有没有获利？你认为有获利，你值得，你就继续参加会员；你认为你不值得，你就不要参加会员。没有天天赢的，但是我这个月也没有输钱，因为我前半个月我有中过3次、6次。我们主要的战场就是 A、B 两组牌，我其他的 C 组牌是不签的。我们会员，我不拿它做统计，它中三星、中四星都不统计。为什么很难中？因为我第C组牌是给会员啊，给我们的啊那个新加入会员看一下我们的实力。那第二天我会公布啊，我们全车里面那有几只，两只、一只啊，在这里面的，这是我们那个啊这个操作的手法啊，千万记住了啊，千万记住。那么你要参加会员呢，现在收2月的会员，过年了，大家好好赌一场。每到了月初，我都是要快要中奖的时候。到了月底呢就比较微弱，有时候月初不中，到了月底又中，真的是这个你看看牌子也知道忽大忽小啊，谁能中谁能赢钱，唯有我的方法是正确的。电话0979-04-04-92联络严记者。